今天7月23号，2023年，这是《楞严经》第234讲次，经文在卷七447页第二行。今天继续讲楞严咒。厄难在在处处，国土众生随有此咒，天龙欢喜，风雨顺时，五谷丰茵，照处安乐。佛跟大家讲。如果十方国土里面的众生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然后呢，都持楞严咒，持受楞严咒，带在身上，还是把它写了，放在家里供奉着。这个时候呢，天龙欢喜，天龙就是星云布雨的，就这些非常的欢喜。所以，就国土的里面的有雨，然后有风，所以风调雨顺，所以就是五谷丰收，所以人民就能过得很安乐的生活。亦复能镇一切恶心，随方变怪，灾障不起，人无横妖丑亵枷锁，不着其身，昼夜安眠。常无噩梦，楞严咒呢也能够镇压所有的恶心。这些恶心就像有时候有从不晓得什么地方会飞来陨石，这个陨石如果落在我们地球上面，可能是压着我们的财产、压着房屋或者压着牲畜，很多牲畜就被压死了。还是压到人，所以就会有灾难。如果能够受持楞严咒，所以这些众生就没有横祸，没有横祸，也没有夭折，也没有受到监狱的灾难。丑亵枷锁就是手镣、脚铐，还是？铁链，因为怕犯人逃跑，所以就有一些的器具，所以就不会关在监狱里面，而且日夜睡觉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安心，不会做噩梦。阿难是娑婆界有84000灾变恶心，28大恶心，而为上首，复有八大恶心。以为其主，作种种行，出现事实，能生众生种种灾异。在娑婆世界里面，有84000灾变的恶心。所谓84000，就是指的我们有84000的烦恼，因为众生碰到外尘起的时候，就有自己的执着，有自己的分别，有自己的。贪嗔痴，其实呢，我们84000是指一个数码字。我们众生的烦恼是不止84000的。这84000的灾星是以28大恶星为统帅的，东西南北四个方向，每一个方向有七个恶星，所以4728。就是28大恶星，然后呢，还有八大恶星是最大的恶星，是他们的主帅。这些恶星会因为众生的所造的业而现种种的灾难，让众生受苦。由此咒地悉皆消灭，十二由旬成结界地。诸恶灾祥永不能入，在这个诵持楞严咒的这个地方，就没有这些灾难。我们看一下由旬，由旬有分为大由旬、中由旬、小由旬。大由旬是一由旬等于80里，中由旬等于60里，一小由旬等于40里。以
十二由旬这个方圆十二由旬里面，成为一个结界地，成为一个安全的地方，里面没有灾难，非常的清净。是故如来宣示此咒，于未来世保护初学诸修行者入三摩提，身心泰然的大安隐。佛宣示楞严咒，就是希望未来的众生、初学者能够诵持楞严咒。这个楞严咒也可以保护未来的修行人，还是初学者能够开悟，然后能够身心能够自在，能够得大安隐，更无一切诸魔鬼神及无始来冤恒宿殃旧业存在来香脑海，诵持楞严咒的这些修行人呢，没有魔，还有鬼神，从无始以来的这一些宿业来干扰、扰乱这一些修行人。冤恒宿殃，指的是冤家、横祸、宿业、灾殃。诵持楞严咒的这些修行人，就是没有这一些的，以前的那些宿业也不会来追讨，也不会来扰乱这些修行人。汝及众生诸有学人及未来世诸修行者，依我坛场如法持戒，所受戒主，逢清净身，持子咒心，不生疑悔。佛告诉大众，在这与会当中，有学就是出国、二国、三国的一些修行人，有学就是还要别人去督促的，自己还没办法督促自己的。在与会中的有学这些修行人，还有未来世的这些修行人，如果依照佛所说的建立自己的八角坛，然后呢，就是如法持戒、如法修行，而且找到一位受戒师，这位受戒师是持戒很清净的受戒师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诵持楞严咒的咒心，就不会心里有怀疑的产生，这个时候是对楞严咒或者楞严咒的咒心是深信不疑的，也不会后悔说为什么我会诵楞严咒，为什么我会诵楞严咒的咒心。这个八角坛就是我们所说的八正道，就是正念、正定、正思维、正见、正语、正业，还有正精进。是善男子于此父母所生之身，故得心通十方如来，变为妄语。如果照佛所说的话，这样子做的话，善男子指的是修行者或者是佛弟子，父母的关系、父母的因缘，所以有我们的这一辈子的身体，所以在这一辈子里面，我们的受制于父母的身体，我们在这一辈子里面能够得到开悟。佛是不会说谎话的，不会骗我们的。佛说，我们只要照着他说的话去做，然后守五戒，然后诵持楞严咒，依照八正道上面来行，一举一动，在这一辈子里面都会开悟的。因为如来他是不会说妄语的。今天讲到这里。